这个有支线。哎，好，来到江岸边。哎，是啊，我在做生意呢。辛苦了，你今天要做赔本生意呢？我的腰包呢？嘿嘿嘿，辛苦了。月亮坡上同行，你的诅咒啊，又不能明说，又不能报官去，今天脸丢大了。夜明珠，好，这是加强版的剧情哈。哎，小子站住！这个人有些眼熟。臭小子，你偷走我夜明珠，害我被头儿修理一顿，而且不能报官捉你，现在要和你讨这笔账了。哦，我想起来，你就是那个笨笨的小偷，手法那么差，还敢出来献丑，现在还找人来吓我。你事到临头还敢骂人，上，把这个小子给杀了。一群笨蛋。好，这个是加强版的任务哈。哎，没东西。好弱、哦。只用了天霸。那我们天地解手游啊，明年一月终于可以大家都可以玩到了，恭喜各位！哎，还有、哦，还有、哦，直接胜利。现在你们总算知道谁才是大笨蛋了吧？哦，一万哦！我靠，这个好，这个加强版剧。这位小帅气的小哥，来买一朵花吧。行，你可知道城里有没有住的一对欧阳兄弟？嗯，欧阳兄弟没有，就一对罗家兄弟。不过他们上个月就搬离四海了。那你知道他们上哪里去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帮他们搬家的是长工司大夫，他就住在城东磨汤圆的那一家，你自己去问就知道了。结果你还是没有马花，搓汤圆那一家，对。哎，他刚说什么？老婆婆。听说有位司大夫替罗家兄弟搬家，你可知他上哪里去了？啊，听我儿子说，好像是到安庆去了，但也早该回来了。少侠，帮我去看看吧。好啊，我顺路。我反正就要去安庆查查，就帮一个忙也未尝不可。安庆啊，那段河匪在江北二十四号不知如何，就去查罗家兄弟时顺便看看吧。OK， 然后四海大桥左下方码头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们要杀我！小子，别孤管闲事。我们不过跟他借点用钱用用，你滚一边去！你们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行抢，未免太没有格调了吧？格调，真麻烦，先放倒再说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多谢救命之恩。1000经验值。哦，所以那个老婆婆是银蛇兵法。好，走吧。你在这做什么？我前几天匆匆上京复考，
起码你忘了带家父的实验出来。可是这还是迷信应考的人，不能走回头路。我现在既不敢回去拿实验，又不想走更远，怕碰不上送实验来的人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这不就是实验了吗？太好了，真太好了！我该好好谢谢你才是。可是我营养有限，身上又没有好价值的东西。算了，就当我日行一善吧，反正你身上也不会好东西的。多谢少侠，我路上遇到贵人，这一次必量高中，再见了。好，老老丈，老人家有心思吗？你有本事替我去树林里找样东西回来吗？什么东西？我藏在树林深处的一样宝贝，原本以为安全的很，想不到现在有强人在那里治理不去，我不敢去拿回来，你帮个忙吧，事后我会补偿你的。我若是经过会犹豫的。这里吗？金叶子。就是这东西，多谢这位少侠，我送你几两银子吧。十两银子？你生那么大气干嘛？我事先没说给你多少。哎，年轻人就是这样，心浮气躁的。你逃打？哎呦，骨头会散啊！没关系，我帮你把骨头全拆，待会再装回去。少侠饶命，是我不好，求你饶了我，我身上的银子你全拿去吧。那还差不多，还是没多少嘛。你有听过欧阳兄弟这个名字吗？哎，回这位少爷，没听过什么欧阳兄弟。不过城里有一对独家兄弟，从来不肯赏我一点钱。好了好了，我会给你的。民宅，啊，这个宝物是什么？箭步伞。好，八个都捐了。你有鬼！这位大叔，你可是那罗家兄弟从四海搬家到这来人？你是那罗家兄弟怎么了？快说！大叔，别紧张，是有人托我问问你，是不是早归回四海，特地来问候一下状况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反应太激烈，只是那对兄弟克扣诚信，一个临时不吃亏，一个拼命占便宜，每天挑毛病扣我工钱，说话又刻薄。我这一趟下达不量风，我没有赚到，还被盗过七十两银子，我根本没盘查回去。真的开了眼界，居然是坏人，没有这样必要这样吧。一个临死不吃亏，一个拼命占便宜，这就是那欧阳兄弟的绰号。看来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个人就算是易了龙，也改不了习性。这罗家兄弟确定就是那欧阳兄弟，看起来不会错的。后来我知道这两个人居然会武功，却叫我扛那个扛那个，还扣我工钱，真的是哇哩哩斗短无厌啊！我骗他祖宗十八代。这两个恶人却占了一个寻常村夫便宜，还这么般高兴。真是丢尽恶人的脸啊！赶紧通知土教教他们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回城时，我顺便帮你说一下近况。且慢，我有话说。谁？你在哪里？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。这些宝藏是我安置的，现在你还不准开。你要怎么证明这些东西是你的？要是你不信，现在就去开吧，我也不会阻止你的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呢？耐心的等候。啊，有鬼有鬼啊！爹，你喝完姜汤，压压惊吧。为富不仁，心里才有鬼，否则哪来的鬼怪？这女孩有点面熟，魏精灵。小鱼哥哥，我找你好久了。请你妹子。对啊，你都不找老人家，人家正好来出来找你。
来相围一个嘛，嗯？哼，同样的招式是不能对付我江小鱼第二次的。鼎鼎妹子啊，你有可有看见屠姑姑？她现在功夫越练越好，人也变得年轻貌美又漂亮，我连见的面都认不出来了。小鬼猴果然精灵，上过一次当然是血瓜了，只是我现在不方便改回原身。我们通你的事办得如何？我已经知道城里罗家兄弟就是你们要找的欧阳兄弟，不错吧？想个法子，找个旁边没有人的地方，让我们和那两兄弟碰个面。我知道了。哦，赵湘云死后，他们的住院已经关起来了。哎，打算的，我听说过你不少名字，听说你四处征战，捐了不少银子，有吗？小小意思而已。想不到人骨出生的我，就被人叫做大善的，屠叫叫他们一定是始料未及啊！不管怎么说，大爷行善是神，我要向天下通，谢谢你。多谢多谢，我想瞧瞧你们这行能送我什么好东西。这是我们丐帮里最伟大的巧匠鬼手演武经打造出来的，平时对付一般性的敌人，可能看不出这些武器的用处。但是一旦遇到高手碰强敌时，这些武器威力就无可匹敌。我看你们愿意镇馆救灾，应该是侠义君子，所以这兵刃就送给你们吧。侠义君子，你大家看走眼了、啊。不过你要送我东西，我肯定会收的。哎，多谢多谢。其实这样的武器还有刀鞭弓各一把，不知各流入何方。你们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能凑全呢。知道了，多谢。好，看到大门口前的这个，前门封住了，总有后门吧？找找看有没有隐秘的小路。哈哈哈，还不是被我找到了？这种普通的民房，我一翻就过去了，连开锁都不用。哼，这两个胖子就是罗家兄弟，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段合肥可答应了条件、哎、他吓了半死、啊、今天虽然还在嘴硬，但最多两天就乖乖答应了。他要拖往几天也没关系，我们天天上门去叫他时时刻刻的活受罪。嘿嘿嘿，天下好人再多，那也比得上咱们的。这两个人不知设计好什么毒计要去害那段合肥，不过那段合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要不要管这闲事要看我当的高兴。怎么样？那两个人是欧阳兄弟没错，不过他们昼伏夜出，你们要怎么样和他们碰面？你们想办法把他俩拐出去，我会找机会混进去的。要怎么骗他们出来呢？这两个人一个临死不吃亏，拼命占便宜，这个种的反而好骗。行，跟我来。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，我们是来自京城的马戏团，马戏团初次来到贵宝地，将于城北发放免费入场券、糖果以及京城第一美女入场，越找到人就越有机会一清方泽。来来来，工作要快。哎呀，我要去，头儿家当跑不快啊，我要去吃糖果。那欧阳兄弟会去吗？以他们贪小便宜的个性，打死他们都要去。那我去金屋里啊，你不要担心。其实其他人也来了，你只要消替我们站哨就好了。等那欧阳兄弟回来，不知杜老大会如何处罚他们。算了，我才懒得去理他。奇怪，出去寺庙这女娃儿的，那有什么关系？送给他们的礼物，哪有不收下的道理？只不过你没有本事把礼物吃下去吗？兄弟，事情不对劲啊！我看这小女孩有些邪门。你不认得我吗？那你总该认得其他这些人吧？杜老大。还有恶人谷的其他人，现在你们总知道我是谁了吧？
我出去帮你们把风。原来是屠大姐，屠大姐交给我兄弟俩的，我兄弟早就想送到恶人谷去了，只是东西却不见了，是吗？屠大姐猜的也不错，你们路过第二里，那边东西全被人抢走了，我兄弟真怕屠大姐怪罪，所以只好。哦，这旅游的确不错，但抢东西的是谁呢？叶蓝天，阿兄，你说他们这谎话说得好吗？啊哈，果然不错，明知咱们没法子去问叶蓝天的，这种事就叫死无对证。若有半句虚言，就像我天诛地灭，不得了死，下辈子投胎被个母猪红烧，那个哈兄下酒啊！这人赌咒当真好像吃白菜似的，一天也不知说过多少次，否则又怎么能说得如此有力？东西在哪里？说。趁着被叶南天，哎呦！叶南天这十几年的时间全都耗在恶人谷里，给你三秒钟。我说，那边东西还在，叶南天根本连手指都没有碰到，我放胆全说谎，你们饶了我吧。你明知道要说，为何不早说？难道非要人家用这种法对付你不可？这也不能怪人家，不怪不得别人心狠手辣。东西记载在哪里？我说出来后，你们还要杀我吗？哈哈哈，咱们本是如意兄一样，怎么会杀你们呢？这话要杜老大说，我兄弟才放心。你说出之后，我等绝不伤你性命。那边东西就藏在天外天地底一个洞穴里，你小心可以为朱兄画一幅详细的地图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！陆老大，你答应过了，你陆老大只答应不要你性命，并未答应别的。你赶紧很痛快，杀了我吧！陆老大说了不杀你，我怎么能杀你？你好狠的心，好毒的手段！你现在虽然这么说，但我落在你手上，你只怕比我还狠上两倍。他们几个不方便露脸，都已经先走了。我们会去天外天找那属于我们的宝物。嗯，你跟着我们走又有些不便，我们会一路留下记号，你随后就过来就是了。嗯，咕咕咕。嗯，我听说那药罐子逃走，而童天说那药罐子是叶南天，这事可当真？这事千真万确，我们在十几年前为了你上了他，他就一直待在那，没想到我们会为这次逃出谷来。叶南天虽是我的恩人，虽是大侠，但却和我毫无情感。你们虽是恶人，但这么多年来也和我多少有些感情，我真忍心为了他而找你们复仇，你们又何苦还要骗我？为了我，他又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以后慢慢说吧。只要你记住，咱们是为了你得罪叶南天，日后见到他时你要多加提防。屠姑姑，我知道了。那就好，我们要去天外天了，你过会儿自己决定要不要跟过来吧。我还是先去看看那对兄弟吧。你若肯救我，我必重重报答你。只要你能活下去，我一定救你，但我可不要你什么报答。我这般慈悲，你们奇怪吗？我虽然知道你们都不是好东西，但要你们这样慢慢地死，却未免太过分了些。那批宝物并非藏在天外天，我真拿的情况说出来，任何人都不会以为是假的，是吗？我就是他们认为如此，我和着那些恶鬼怎么会上我当？他们最多也不过空跑一趟，也算不得是上当。我兄弟要他们上当，岂是空跑一趟而已？哦，我兄弟告诉他们那个地方没有藏宝，却有个恶魔，这个恶魔也有许多年未露面，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还会藏在天外天，那人就是魏无涯。你们自己要死，何苦要害人？我明知他们反正不会放过我，首先多吃些苦，多说些罪，把他们也拖下水，我也是拼命要占便宜的。我兄弟两条命换他四条命，这买卖
做的连本大爷都有，我这岂不正是临死也不吃亏？你们简直不是明知必死才害人的，简直是为了害人而宁可去死。像你们这样的人到底少见得很。只是那些叔叔伯伯毕竟是把我养大带大的，我既然知道这件事，那可不能不管，还是要去一趟天外天吧。准备齐全后，我就上天外天一趟。